天的发型非常的用心，主要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、弟弟，我全家人都很高。应该有最高的五分，应该可以。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其实蛮忐忑，因为毕竟台语并不是我很擅长的一样东西，就是在旁边提醒，让我非常的很安心啊，不能太多了，主要对，主要还是两个。好，主要还是两个。对，没有，因为还有妈妈。他们在排戏的时候都会帮我加很多，让我看起来尽量不要那么讨厌的桥段。但是其实蛮讨厌的啦。没关系，这就是我的功能，我就是有这样子的功能，才能显得他们四叶草非常的坚韧，然后茁壮长成大树。我知道这是我的任务。我对工作也是有事业心。其实看不太出来。好，大家希望看播出的时候可以看得到我的工作能力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对不起。这个我压力真的很大，因为这种泼东西，然后它是有颜色的，所以等于说我只有一次机会，我不能泼歪，我也不能让那个水花看起来太细。他一直说泼我，拜托你泼我好不好？我真的我觉得被泼压力没有那么大，可是因为如果不准的话，全场会因为我出来，在想说下次。可能要换一下那个燕麦奶拿铁再泼，这是怀疑。刚刚丁哥坐在我旁边，他看到我的画面，他说：“你是在演你本人？”我说：“不是，我不是。”然后这一档我是一个妈宝，我好享受这件事情。是，好吧，待会再考你吧。好不容易去上班要赚钱，又要被他欺负。对，这接下来就有剧透问题，就是好姐妹之间还是会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。我什么都要哭，在家就是一个使用人，吃饭的时候波就会说，哎，那个衣服还没洗，哎，那个客厅还没整理，对，所以被使用。这边看上去的，我们先不要管到底要配谁，你觉得哪个你看起来最顺眼？啊，不好说，好，那就到这里。是一个会先背叛姐妹的人吗？打那剧透，没关系，对，都不擅长演好人。好，不擅长，他不擅长演劈腿。